花童啊，你无花童啊！你当阿大要创啊？你创伊人哟？什么创伊人？我叫我一遍，我跟你讲，我伫咧内底听咧叫第三句，才会到位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做你啥物？就无够啊！即摆有较差淡薄，爱走真久就对啦。对啦，啥物代志？我甲布莲公主要上山打到蛇安，你去准备马匹。我是你老爸请的花童呢，不是马童呢。我哪会晓笑花狗？花童嘛是童啊，马童嘛是童，有啥物无共款？白白你啊心水的。我无大啦，这是无大，无大。好，你若讲无大无要紧，爱内底笑归，笑到树上叫出去。哪里？我一定要大。我嘛知你一定会大，对无？我问你啦，嗯，啊要扛几下？你是废话呀！我甲宝莲公主当然嘛牵两只，你讲唔对。咱三个当然嘛要牵三只。咱三个对啊。咱来借问你，问啥？你是什么身份？花童对啊，花童也好，马童嘛无要紧。你是什么资格徛尾啊？我两个徛尾，你坐十一号啊？用宝莲呢？好啦，我来牵啦。宝莲公主准备啊！我有这细汉吗？小鸡啊！小鸡啦！好嘞，太乖了啦！小官呢？你是派溜人呢？鸡香鸡，官香官，看本足主的体格，腰嘟嘟啊好着，嘟嘟个嘟嘟啊好啦，请公主上马。来。我错了，你敢知？有啦，卖争论咯。啊，我你讲一个喙刀，我讲到要流口水呢。我煞未记你讲，阮宝莲公主在咧喙刀啦。喙刀去捧茶，要去倒来摕茶。你无茶吗？不然我免炸茶。无茶。你是什么身份？下骹手人？你唔免炸茶吗？妈说妈懂，无了解。我无讲，你就袂晓做就对啦。无了解啦。了解嘛好。无了解嘛无要紧啦，为滴阮即卖阮宝莲公主伫咧吹刀想办法，啊要想啥物办法？想无吗？好，我来想。我想着啊，想着啊，即山顶嘛有山水啊，巧，哪咧赶紧嘞？暗哥要用啥底？啊，你着怎有山水啊？问看我要用三块，你是三岁囡仔呢？跟你收啊！阿惨啊，无差半项。那是安怎？有啊，来去用手碰。哎呀，老了了！啊！
走马拉松啊，安尼走来走去，你袂嫌我这个体型遮宽呢？走来走遮久，喂、欸，啊，即卖啥喏？你即卖来哦！你即卖因为我无物件通好买，嘿，所以我去用手碰，要来先来遮单老了了。啥？我叫你去碰山水，你竟然用你的手去碰？来，我问你嘞，哦。枕头啊，几磅啊？八磅。对哦，啊，你对人讲枕头有八磅，当然嘛老了了。啊，说你免阁骂，我知啦。啊，着老了啊，你着知啊。啊，你家己人一步尔，无爸爸想无来哦。安尼本教主替你想一个好办法。你该晓想过。多少？你两下讲好啊。我即马教你，好讲。你即马马上用你的嘴。去含迄个泉水，一直含，一直含，含来到这个所在，予阮宝莲公主，恁两个人若嘴堵嘴，安尼就袂老啊啦。安尼会晓无？用我的嘴去啊含水，来遮甲宝莲嘴堵嘴，哎呦，这我会晓啦。真正叫我来做，你才是叫我为托手，你这个牛马春生，你要我怎么不行？色相不可磨，你先问科技，我早就给你调查详细。你真好走，你敢跟我江南都来听？